今天我们吃老豆皮火锅啊，直接用火锅料煮，方便。这个老豆皮现在是给你们开的活动，19块就平时2包的，今天发3包；29块就平时发4包的，今天发5包。除了一包的，3包和5包都是加了一包在里面的。这个拿回家，冷水给它泡3到5分钟，捞起来，和火锅凉拌炒都可以。那老豆皮，烫火锅吸满了汤汁，吃起来很好吃。炒五花肉也好炒。吃个木耳，猪头肉，黄豆芽，凉一下，太烫了。